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 Donald。今天就不跟大家去找嘢食，而是去找便宜嘢买。个地址就是马鞍山的 Vigo Mall 三楼303-307号铺，而个名字就叫做文具佬生活百货。你听佢个名字叫文具佬，你当然以为佢只是卖文具啦。而事实当然不是啦，佢除了文具卖之外，还有零食、冻肉、嘢饮卖添。款式多到你唔信啊！而佢呢一隻韩国嚟低温烤控嘅蔬菜，而家仲买三送一，都真系几抵。咁当日我哋除咗见到干冬菇之外咧，都仲有干嘅杂锦蔬菜，同埋干嘅秋葵。再向前行，我哋就见到呢一隻韩国制造洋葱味嘅果仁。咁佢就卖紧99蚊一包。咁我哋向前行多少少就见到有嘢特价啦。冇错，就系呢只薯片，而家系17.5两同。咁原价咧佢就卖9蚊一同。细个最中意食嘅饼干就系佢啦，乐天熊仔饼，而家12蚊两盒。咁呢个日本嚟嘅前菜烧虾仔咧，而家就卖紧30蚊三包，原价12蚊一包。咁除咗虾之外咧，佢都仲有几只味道可以俾你选择，就好似辣嘅魔鬼鱼，同埋鱿鱼丝。咁除咗魔鬼鱼之外，佢都仲有鲷鱼，一样都系辣嘅。咁除咗鱼之外，佢都仲有海胆味，最啱咧就爱嚟送啤酒一齐食啦。咁虽然我就冇真正去数过，但系我觉得佢有20款口味可以俾你选择，选择嚟讲一啲都唔算少，而且有辣有唔辣，总有一款啱你食嘅。咁睇完送啤酒嘅前菜，我哋不如睇下啲薯片啦。咁呢隻咖喱味嘅粟米条原价10蚊一包，而家17.5有两包。而呢一隻芝士粟米圈，佢而家都系卖紧17.5两包，而且你仲可以夹埋其他味一齐买。除咗粟米条之外，佢呢一隻北海道嘅酸忌廉洋葱薯片，一样佢都系17.5两包。而佢呢一隻蜜糖味嘅牛油薯片，一样都系17.5两包。哇，佢乜嘢减价减到2.5咁抵呢？原来就系乳酸糖，开头仲以为执到宝，2.5一大盒，再问清楚个店员，原来2.5系呢一隻一包。17.5两包嘅薯片口味又点止咁少啊？仲有呢一隻阿婆激辣味薯片。同埋呢一只盐味嘅海苔薯片，价钱都系17.5两包。咁佢呢一只原味嘅虾条咧，都系17.5两包。睇完薯片，我哋再向前行咧，就见到有洗衣猪猪卖。咁佢呢只洗衣猪一包有72粒，而价钱咧只需要65蚊啫，围翻起都系每粒9毫子到，都唔算太贵。除了原味之外，它还有蜜桃味可以给你选，等我都买回两包回家用先。看完啲洗衫猪，我们又见到嘢食了，就是香港人都很喜欢吃的果肉啫喱，现在只需要6蚊就有一个了，等我每隻味都买回一个回家试一下。我们再向前行，就见到寿桃牌的鲍鱼罐头，咁佢一罐有4隻，原价咧就25蚊一罐，而家40蚊有两罐。无糖嘅铁观音，佢而家就做紧5蚊一支。6包装嘅维他柠檬茶，而家佢做紧14蚊，围翻都唔使3蚊一包，等我都买翻一 pack 先。除咗零食、嘢饮同埋清洁用品之外，其实佢都仲有杯杯碟碟有得俾你买。咁呢隻熊猫形图案嘅杯做紧半价，而家卖19.5。
日式和风陶瓷碗一套两只，特价24元，即是价钱同去12元店买冇分别。而質素方面，我就觉得比12元店好。咁呢一套咧花纹再靓多少少。咁佢除咗有三只碗之外咧，就有两只呢一啲碟。咁佢而家一样做紧特价，原价要158元，而家三只碗两只碟特价只需要79元啫。而另外一套六只碗，佢而家卖紧60元，即系仲平过12元店啊！而有迪士尼图案嘅呢一只碗，而家做紧特价18元。如果嫌18元一只碗贵，呢一只就啱晒你哋啦。而家特价只需要6元一只。而佢呢一个猫形图案嘅筷子座，而家就做紧特价，卖5元一个。而佢隔篱嘅呢一个猫形图案嘅碟咧，一样都系做半价。而家就卖紧15元一只。如果想简单啲，乜嘢图案都唔要，呢只碟就啱晒你啦。而家做特价12元啫。再向前行，睇下啲乜嘢再抵啲先。而呢一只带有和风嘅碗咧，都系一样卖紧12元。咁呢一只佢就可以再平啲啦。而家做特价只需要6元一只。如果想买埋只碟，衬埋个碗一 set 嘅话，呢一只碟只需要15元啫，即系一只碟连埋一个碗都系21元啫。整体嚟讲，我第一次嚟到呢一间文具佬咧，我都觉得佢十分之多嘢行，而且啲嘢仲好平添。最重要嘅系佢除咗有文具卖之外，佢都仲有好多嘢可以俾你拣。下次离开 VGO Mall 的朋友记得上来看看啦。如果喜欢我们这条片，记得 CLS 我们下条片再见。